你知道吗？只要有单身的医师出现在护理站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就叫做失速列车。一个医生出现，王医师来了，王医师，这个有饮料给你喝，啊，你还没吃早餐，早餐给你吃，你还没有多吃点心，你知道吗？猝不及失速列车的情景，然后那个医生就会啊，好好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因为这是僧多粥少。大家好，我是雨宁姐姐，你们知道吗？姐本身是一个医师的太太。俗称医师娘，很多女孩心目中想要嫁给的职业别，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，第一名还是医师哎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台湾每年医学系的毕业生有1500个，扣掉女生的话，大概男生的话就1000个。然后呢，再扣掉他们可能中间有些媒和班队那些有没有，早就被人家订走的那种，可能再少个200-300，所以大概就是800个机会给全台湾的女性抢食。你不觉得几率很低吗？你们都很想知道说医师到底赚多少钱的？那每个医师赚的钱，每个科别含金量都不一样。你接下来看下去，就知道姐讲的非常的有内涵，因为姐本身也是药厂的业务，姐在药厂业务待了16年，认识了非常多的内科外科的医师。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大概都赚多少钱啊，然后呢属性不一样啊，所以呢姐就先从内科跟外科的含金量来比。说实在话，外科医生是赚的比内科医生多，那同时也是比较过劳的。那内科呢，普遍因为内科医生没有手术，那只有检查嘛，所以内科医师当然含金量比较低一点点。我讲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医生，内外科的含金量差别。所以听姐这样讲，你就知道要选科，要选内科还外科吧。但是呢，有没有风险？有啊，缺点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孤单寂寞冷，因为我都要自己一个人带小孩，老公呢每天就是在手术，基本上都见不到人。晚上睡觉了，人还没回来；早上起床了，人就不见了。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回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就很忙嘛。所以是用劳力在赚钱，我觉得。但是相对应的报酬跟薪水也是比内科来多。那我自己当药厂业务，主要的对象都是内科医师，然后内科医师都是爱家、爱老婆、爱小孩。听到内科医师每次都可以准时回家帮小朋友换尿布、洗澡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内心有多羡慕吗？因为他们就是看完门诊，他们就可以准时回家，然后跟老婆小孩在一起，然后就是一个和乐融融的感觉。可是外科就没有，但是内科医师呢，当然赚的钱就稍微少了一点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少很多啦，好，少很多。有利就有弊嘛，对不对？整形科整形医师赚的真的是更多，因为整形医师基本上都是不用健保的嘛，都是全自费。但是整形科医师有非常大的风险，每天你老公呢去上班都是跟一些网美，当然做胸部也要捏嘛、搓揉之类的，我觉得会蛮没安全感的。虽然我对自己有非常莫名的巨大的自信，但是如果我老公每天泡在女生堆里面，又是年轻的妹妹，我也会觉得还蛮紧张的，会没有安全感。但是他就赚很多啊，所以你就要去盯场子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每天就像赌场一样，像保镖一样盯在那边，然后去数钱，那就是真的数钱的行业。所以呢，医师娘也有贫富差距欸，那种的就是高端，我们这种稍微中低端一点的。那我不讲内科，内科医师的太太真的普遍来讲比较朴实无华，因为姐偶尔也是拿个名牌包这边晃来晃去嘛。但内科医师的太太，我觉得真的朴实无华。我觉得含金量的差别，的确说真的，在医师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定的贫富差距，而且那个差距是你们一般人没有想象过的很巨大的差异。不要觉得说只要嫁给医生，你就可以过贵妇的生活。像姐到现在还是在上班呢，姐到现在还是职业妇女啊，还是在那边要顾2个孩儿啊。姐其实本身是护理人员，然后在姐还没有加入药厂工作之前呢，姐在医院上班。你知道吗？只要有单身的医师出现在护理站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就叫做失速列车。一个医生出现，王医师来了，王医师，这个有饮料给你喝，啊，你还没吃早餐，早餐给你吃，你还没有多吃点心，你知道吗？猝不及失速列车的情景，然后那个医生就会好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因为这是僧多粥少，所以说你说单身的医生只要没有对象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簇拥上去的绝对就是护理人，再来就是亲朋好友介绍。各位女性朋友，你们会想说，哎，你是嫁给医生了，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好像很难啊，或怎么样的？所以姐才要跟你讲啊，要做什么样的职业才可以接触到医生，然后你才可以顺利嫁给医生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去当护理人员，或者你现在去当药厂业务，或者你去当病人好了。
当病人比较难看什么病啦、啊、你不要莫名其妙的病，病人的家属可以，因为我听过有医生娶病人的家属的意思，但是你就是不要当人家小三懂吗？我们要有道德观，离婚丧偶的都可以追，小三想扶正很难，你也知道医生有很多渣男的，你们去 Google 一下名医丑闻好不好，名医性侵有没有一大堆，有没有，你自己好好 Google 一下，有风险的，所以不要当人家小三，要就当正宫，或者是想办法当正宫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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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